我觉得是突破，因为我们今年是刚刚出道，一切都存在新鲜感，所以还是非常开心，非常激动，还是出道。女团 X 呢，其实象征的是未知和无限的可能，然后呢，九就是我们九位少年，然后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神话传说。还蛮忐忑的，但是又很激动，但是最后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下来了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非常多以前在舞台上没有学到的东西，所以是非常难忘的一个过程。其实圣诞礼物我觉得说起来其实感觉很老套，但是其实就是和家里一起的在一起的那种时间嘛。越来越好吧，希望更多人认识我们 A9少年团。